今日有四宗確診的個案，全部都是輸入性個案。1027和1028就是兩夫婦，他們在美國回來，較早前未來香港之前都已經開始有些不舒服的。1028就在4月7日就開始有些鼻塞，有些肌肉痛，1027就在4月15日就開始有些鼻塞，喉嚨不舒服這樣。但是病徵呢都是即好像好轉了這樣，所以來到香港的時候，在那個亞博那裡呢就等候個測試的時候呢就是轉了陽性，即是個陽性的個案啦，就直接送入醫院的了。另外1029和1030呢就是英國回來的啦，1029呢就是一個13歲的女學生啦，她就跟媽媽在英國回來香港這樣的，她就沒有病徵的，就是都是在亞博那裡就等候測試的時候就轉了陽性啦。1030呢就是那個英國回來啦，一個人回來的，他就是又是在亞博那裡等測試，後來就是陽性的，他都是沒有病徵的。